现在时间是8:13。皮特，最近睡好吗？还睡得不错很久没睡这么久了。我觉得你好像也还不错，因为我半夜又起来，我可睡是8个半小时。好像没有把你吵醒。昨天真的有这么累吗？我们上课又不是我们在上。对啊，怎么感觉？上课不是教课，怎么那么累？对啊，昨天可是还好，因为我昨天真的喝了2-3杯酒以后。然后我昨天几点睡？我忘了10点，应该9点，9点半，9:40。我觉得蛮，可是我起来1点，1点起来。可是我后来好像三弄一弄，洗个澡，3点半，才又继续睡。你平常在家是不是也是？我平常在家大概都12点，稍微先眯一下，然后再。也没有，大概就12点，十二点睡。好，一起去吃饭。也不对，我们下去1楼，我按成3楼，我们怎么样？你要看材质哦，材质。还是我记错了？我上次来，我应该没有会，没有，没有呢。可是他有送。饮料什么是在这边喝？哦，对，上次来，上次你还在白金是吗？上次我来还在白条吧？对，还在白条，所以应该只是按错了。到1楼，不好意思。上次去家和屋。你不觉得它设计其实蛮棒的？它每一层都有一个小中庭，然后小风格造型的。哦，我没有注意的。就是坐电梯还是透明电梯，然后上去每一层。哦，真的。造型。我没有注意。现在人也是蛮多的。对。今天有睡饱，就感觉比较舒服。昨天就很没有睡饱的感觉。对，哇，今天人超多的。今天礼拜天了。对。所以礼拜六住的人多。啊，对。晚一点到，对不对？人好多。对，两位，好，没关系。啊，1017，讲错，1917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。我今天想吃海鲜粥。海鲜粥。厉害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现做的，现做区这边有一些现做的食材，我们可以去点，不用号码求。好，谢谢。好吧。现做区，它指的就是牛肉汤那些。啊。这边昨天有看过有什么了，可是这边我就先不拿。走吧，我以为我很惊喜，我还说哎，我今天很惊喜哎，然后哎，没想到的这样，然后哎，我酒量不老，我承认了，酒量不好，有可能也有喝蛮多，对，我喝蛮多的，因为很好喝啊。因为我们就放在一条路，不知道在拍照的时候。是你扛的哦。我跟小吴在那边。
小雨，还好没事，没事就好。还是一样给我们家旁边的位置，然后这区啊就是跟昨天一样，就是这会员他都坐比较窗户旁边，那我们就看看我今天吃什么。我今天就不唠了啦，就是可能跟昨天也差不了多少，可是他这个真的规模非常的大，然后主厨一直在就是在巡。跟昨天都差不多，好，先把面包拿回去。彼得拿了香肠，哎，好大蒜呢，香肠、大蒜还有高丽菜。它有点还不错啦，就是跟昨天的菜啊有点不一样，没有完全都一样。如果你有看昨天的影片，我记得昨天就是有些就是感觉有些菜都不一样。多吃点青菜咯。我也想要吃点香肠。哇，彼得真的拿了一个海鲜粥哎！哇，这海鲜粥太浮夸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天哪！哦，我再拿一个牛肉汤就差不多。
然后一碗牛肉汤。谢谢。彼得他的海鲜粥看起来有点浮夸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又螃蟹又虾，然后还有、啊、好像还有九孔跟那个鹅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很丰盛哎。我就要录到这咯，好，准备吃饭了，跟昨天差不多啦，可是不过还不错，是有几样菜它有变化。拜拜。